Yeah. The mud. Why?导演，我觉得这个角色吧，我现在找不到感觉。怎么？张明丹这么去就送死啊？太傻了。剧本是这么写的嘛？剧情需要啊。郭浅出卖他，他已经知道了，而且南伟已经通知他转移到这个东江地区。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去那儿为10万块钱，换你去吗？我觉得以他的水平和判断力，他当这个省委书记不够格。我觉得胡扯，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是单文斌当时的交通。你说他发傻，这是什么话呀？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好吧。你这模样长得真不错，挺像大张的，也挺帅，光眼外表不行啊。你知道他想什么呀？他想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能演好他吗？你只能装模作样，徒有其表啊！爸，你好好琢磨琢磨吧。各位来宾，大家好。这座倒塌的围楼曾经是抗战时期广东省委机关的所在地。当时年仅27岁的省委书记张文斌同志在这里领导全省抗战工作，使广东成为我党领导的三大敌后根据地之一。下面。我也想赶紧判完就算了呀，可是中间突然冒出一老头，说是那个张文斌当年的贴身。他说他一眼就看出来我们用心在演，现在所有的压力都冲我这边过来了。是啊，逼着我们下生活接受采访什么的。什么？补充采访还要体验生活？你们有毛病吧？我现在我就没有听说我还要体验生活这种事儿。张大导演这边等不了太久了，我为了给你争取这个机会，我做了多少的努力啊！你再这样拖下去，我也顶不住了。你那边再帮我拖一拖吧。郭天宇，你缺演这么一个抗战省委书记的机会吗？你缺的是上张大导演戏这样的机会啊！哎呀，我跟你说，我知道啊。你说这么多年你一直半红不紫的，现在给了你个登天的机会，你怎么回事啊？只要你能走出现在的瓶颈，我保证你大火，火的连消防队都救不了。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听说你在这个地方待过，我留下来陪你，对得起你吧？照片上看的还蛮酷蛮帅。装酷也是我的强项。大敌当天，大敌当天，你们在干什么呢？干什么呢？都是自己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过节和矛盾吗？大家都是自己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和过节。哥们儿。看来咱俩是没缘分了，得拜拜了。现在你最大的问题不是演技，而是你心里边愿不愿意靠近我们。毕竟我们隔着一个时代，很多问题的看法和价值观都不同。当然，我并没有强迫你一定要接受我。可我们年纪相仿，互相了解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我想弄清楚你是带着什么动机来到广东的。如果你留在中央工作的话，是不是对你的发展会更好呢？我当时确实不想来的。广东这边的形势很复杂，也很微妙。我心里没有底，怕把事儿办砸了。结果我这种畏难心理，一下子就被主席看穿了。
主席告诉我，广东的工作有三难：一是日军的压力，第二难是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在广东的势力强大，可广东的党组织力量弱小，依然处于地下状态，随时会遭到国民党反共力量的镇压和破坏。这第三难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内部产生了分裂。这次派我来广东工作，对我来说既是困难也是机遇。要我张文斌去，就是去解决困难的。其实人生的最大困难就是战胜自己。现在的广东局势就像这条船，既要面对日寇入侵的惊涛骇浪，又得面对国民党的激流暗涌，形势是异常复杂和困难。你们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广州市委的领导在闹不团结，在争谁是舵手谁是桨手，就不惜看着这条船沉下去吗？舵手永远只有一个，是党中央。木仔，艇仔走啊！哦，来。这广东的夜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啊。刚才如果被捕的是我们其中的一位，就算你们对他有再大的意见，现在也只能变成对他的怀念和担心。万一他牺牲了，我们会为这点个人恩怨后悔一辈子的。大敌当前，千万别乱了自己的阵脚。来，就让我们把所有不健康的情绪和那点委屈抱怨，就着这碗热粥。来，拿起来，把它喝到肚子里，暖暖自己的心，团结一致，重新开展广东的工作新局面。来，好嘞。我们战时的省委啊，就要像是一把特殊的钢刀，在最困难的烈火当中，绝不弯曲，绝不断裂。停。哎，老爷子，这老，你给说说吧。挺好，真的挺好。大张这人呐，就是威而不露，有内力。平时啊，他是很文雅的一个人。他在关键时刻啊，有决断，有担当，也有魄力。对了，他就是当年那个卖艇仔粥的妹子。是啊。广州沦陷之前，省委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营救在国民党监狱中间压的我们几百号同志啊。几百号同志？是啊，关押在南雄的监狱里头非常危险呢，随时都有被处决的可能。小丽的电话，她说有急事。郑老，那我接下电话啊。去吧去吧。喂。哎，小丽，你说，十天之内赶回去，你。哎，我刚找着点感觉。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你是不是吃迷魂药了？张文斌这个人很有意思的，啊，我就想再坚持一下，好不好？你凭什么把自己交给他们呀？你说你图什么？图钱？一部主旋律片子给你多少钱呀？你图名？拜托，现在谁还看这种片子？小姐，不好意思，你知道谁是张文斌吗？张文斌，谁啊？不知道，不认识。
哎，先生，先生，麻烦问一下，你知道谁是张文斌吗？张文斌谁呀？喂，你听见了吧？没人知道谁是张文斌，但是没有人不知道谁是张大导演。这个问题你搞得清楚吧？搞得清楚你就回来，现在就回来。张文斌啊，你当年也会碰到这种很难决断的事儿吗？国英啊，大张啊，你脸色不太好，出什么事儿了？我刚刚收到一个情报，国民党正在酝酿一个阴谋。就在这几天，他们要借转移之名，把关在监狱里的政治犯秘密枪决。中央指示我们，这些同志是经过考验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不能让他们牺牲。莫群刚出任南雄县县长，我跟他很熟。这样，我去说服他，让他先斩后奏，立即放人。大孙同志，你长期在莫雄身边做他的工作，你觉得可行吗？我觉得可行。莫雄是我们的好朋友，早年加入同盟会，而且在北疆影响非常大。他人缘广，关系多，自称是红蓝黄白黑，道道都通的五色将军啊。五色将军，既然是个五色将军，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颜色，那就赌一下。大伙儿都给我听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别跟我闹事儿，都他妈安分点。这是莫雄县长盖印的手令，看清楚了啊，照这个名单把人都给我放了。这可都是政治犯呢，恐怕。少废话，立刻放人。不许放人，我是中统局广东调动使的，奉命将这些政治犯即刻转移看押。这是我的公文。这个你敢？这是莫大哥的地头，没他的命令，你休想带走一个人。莫大哥，莫大哥他妈谁呀？我奉最高领袖的命令，谁敢阻挡我执行公务？你吓唬谁呢？你有枪，老子他妈也有枪。你今天要是敢带走一个人，我就跟你拼了。试试看，敢！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还用枪指着我的参谋长？好，莫县长，久闻您的大名，知道您是大杀四方、脚踏江湖的五色司令，可今天这事儿，不是您能担当得起的。于司令，中统的人可在大我呢，看来在这儿，只有你的面子够硬了。老莫，你真打算放这些共产党？你呀，这不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吗？上面要是追查下来，要杀头，杀我。于司令，现在是国难当头，日本人眼看就打过来了，这关着的人个个都是好汉。与其让他们让中统的给祸害了，还不如留着打萝卜头呢。行啊，老莫，这儿交给你了。不就几个犯人吗？放人！于司令，丢喇嘛的，谁敢阻拦，给我毙了他！说，兄弟们，把他们几个给我看进来，放人！
这个莫雄早晚要收拾他。可是主任，还有一批共党分子，我让丁狱长秘密的扣押起来的。这些才是骨干中的骨干。只要我能从监狱里面把他们转移出来，我照样能够。国共合作时期，硬来怕是不行。张发奎的政训部邱主任，他是复兴社的人，让他领着部队去干这事儿，直接到监狱里把他们给处决了。张发奎的部队，行吗？张发奎在北伐的时候，跟共党的渊源就很深，共党一定会拉拢他。如果让他的手上沾了共产党的血，没想到他们有这么一手。情况紧急，怎么办呢？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是要冷静。可是秘密扣押的都是我们的一些负责同志啊。我听说张发奎这两天在他老家始兴探亲，非常之事当用非常之法，我们只能立即启动他身边的特支同志了。当时张发奎部队里有一个由周恩来同志领导的特别支部，简称特支，我来了广东工作后，他要求我直接指导特支工作。这次启动特支是迫不得已，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做张发奎的工作，调离他和邱的关系。据我了解，张发奎在国共合作方面态度还是比较积极认真的。时间紧迫，下次我们见不了面了，赶紧回去布置一下。想到你们背着我竟干出这种卑鄙的勾当。长官，我这是替党国除害，哎，也是为你前途着想啊。混蛋，你们这是嫌老子不仁不义。马上放人。是。放人。还站着干嘛？我知道你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现在大敌当前，我们是军人，只要能打鬼子，我不管他们是共产党还是什么党，只要能打鬼子。当时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心里边都憋着一团火，那是屈辱和不甘当亡国奴的心火。很多青年都自掏腰包，不顾危难，投奔到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武装中去。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吴家三兄妹，他们是为了理想放弃了优厚的生活。1938年底，广州沦陷，他们在组织安排下撤出广州，准备到粤北去。没想到路上碰到日军的先头部队，他们三兄妹被打散了。二哥呢？不知道啊。小妹，你在这千万别动啊！我回去找一找。
小姑娘，你怎么还在这儿？日本鬼子来了，快跑吧！快走。辛苦了，住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啊！先歇歇脚。哎，这，广州失陷以后，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现在十分关心广东的局面，需要我们重新做出部署，适应新的斗争。当时，韶关成为了广东抗战时期的临时省会，是广东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中共广东省委也秘密迁到了韶关。吴家兄妹历经磨难后，在韶关意外相逢了。小妹，没错，是小妹，是小妹呀、啊！哥的消息了吗？听到一些，他好像是投奔了东江纵队，那可是一支咱们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那太好了。我只是没想到啊，你这小丫头居然也加入了组织。我们护干队是张月霞大姐亲自抓的，来韶关以后就改成了救护总队。哦，我是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这次组织分派我们800多名抗宪分子加入了余汉谋的部队做抗日宣传工作，还成立了一个政工总队，这里面可是有200多名党员。哎，小妹，我们马上就要到前线去了。我们也会去的，等打完仗我们一起去找二哥吧。哎，二弟呀。嗯，鬼子开始夜袭了。什么？夜袭了？是。告诉我位置。现在鬼子集结在1号山头，他兵分两路，一路往西，一路往东，进攻我们左侧的营地。嗯，好，马上给我接通余副司令电话。是。弟兄们，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家园，打死了我们的同胞，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还。他刀枪，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儿女的同胞们，他们的意愿来到了，他们的意愿来到了。你说什么？我告诉你，在我的命令里就没有撤退这两个字。你要是中国人，你就给我顶住。现在情况怎么样？哦，长官。喂喂喂，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喂喂喂，喂喂喂，不用八卦了。前线情况怎么样？他们让给我上。喂，让你把我们干团知道我们广东子弟兵的厉害。前线情况怎么样了？都去。走走，喂，去。他们是为全民族而牺牲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别难过，你们这些活着的人，是不是应该经常问问自己，可以为那些死去的人做些什么呢？两次粤北战役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在牺牲者中有不少班排骨干是共产党员。敬礼。
小丽，我要留下来把这戏拍完。不是小丽，我现在就想继续把这部戏拍好，要不我觉得我对不起他们。你是不是疯了？我说你是不是疯了？我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喂，喂，我就是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我错了吗？我放弃张大岛那边的戏是不是错了？哎，你有为你做的决定后悔过吗？有啊。你是为了人生的一次选择而犹豫，我是因为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失误而后悔。1941年，我对日军占领香港的时间估计不足。没能及时做好疏散和撤退的工作，有大批民主人士和爱国文化名人散落在了香港。我是怀着内疚和焦虑的心情去执行这次拯救任务的。香港已经被鬼子占领了，我们必须马上就走。我有关系，连夜就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现在要紧的是解决这批文化人安全，不是我们的。可是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不把最后一个人安全撤离，我是不会离开香港的。闪开！闪开！做你的工作去。恩来同志和中央指示我们，这次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做好这次营救工作。这是中央发来的名单，有何小宁、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夫妇，还有夏言、葛宝全等好几百人呢。这一批人是散落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一点线索都没有，怎么才能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找出来？况且我们连他们都不认识。这里面的徐伯欣是个大学者，人面广，朋友多，还是个文物鉴赏家，能不能从他开始下手？就从他开始下手，咱们一个一个滚雪球。嗯，你没事吧？来来来来，打打寒。你要注意休息啊。先生，我这可是朱元璋御用的紫金钵，您看看。哎，先生，先生果然好眼力，我那边还有真货，要不我们到那边看看去？走吧。走。先生，如果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徐伯欣，徐先生吧？你怎么认识我？我叫杨康华。这是廖先生给您的信，他说你一看就知道是他写的字。日军情报处已经获悉，在香港有一大批知名人士，一旦鬼子站稳了脚跟，肯定要对你们下毒手。眼下你们要做的就赶紧走，逃出五口。可我们都是文弱书生，手无寸铁呀。周恩来同志指示了我们八路军办事处，要尽全力想办法保护你们安全的离开。眼下最紧要的就找到你们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能漏。给到杨振伟呢，就要去给我对杨振人呢，打死你们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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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几条线路呢，已经规划好了，海上路上都有。由我们东江纵队下属的港九独立大队负责安全保卫。这次任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啊！如果出现任何纰漏，我们都无法面对我们的同胞，面对中央。放心。哎，小亮，
连贯，乔冠华，你们三路同志第一批先去到达，做好这个秘密通道的开路者。你先走，我留下。这次任务非常的艰巨，只有确保你们的安全，这个营救工作才能够顺利进行。啊，再说了，我有你这件毛衣在，在这多待几天我冻不着。算准了，开始下雾了，我们抓紧时间。转告文斌同志，第七批二十四人顺利通过深圳河。走。当第一批受困人士刚刚脱险，日本港督府就发布通告，命令所有在港的中国知名人士限期报到，并开始了大肆的搜捕。现在虽然是一支小的游击队，可这次干了一件惊天的大事，了不起。休息一下吧，咱们这不是一个短期的工作。话是这么说，可这最后一个人没有撤离之前，我这心里面都不踏实。报告，联络上延安了。中央禀恩来同志，港九陷落之后，我小廖、林平等均安抵游击区，梁广、刘少文等人留在香港指挥，党内外同志干部及文化人都无损失。先将路线及名单报上。目前人员暂分五批出发。来自广东的报告。来来，哎，苏先生，来，小酒茶一个。我们有广东的双蒸啤酒啊。好好好。宋先生，哎，大家好，大家。哎，宋先生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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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习惯吗？在这儿，习惯，真习惯，假习惯，真习惯，真习惯。宋先生，我和林平啊，特地挑了几只广东的黑松鹅赶来给你们尝尝。真是的，哎呀，张先生啊，哎，其实我也知道。你们这里的生活本来就很艰苦，战士们每天也只能吃两顿的番薯野菜，还要跑到一二百里外的地方为我们这么多人去筹粮食，真是的。各位啊，苏先生，你们是国之瑰宝，你们手中的笔杆子推动抗战，和我们这些枪杆子打敌人是一个道理。对，这个枪杆子和笔杆子在一起，抗战就必胜，革命就必胜。拜托了。小心一点，小赖。是。最近我们有营救出包括英军官兵、美军飞行员，
以及一大批反法西斯战士，从而打通了一条国际大营救的红色路线。这次算是割彻底了，把自己的感情都割没了。跟你们说这些都没用，你们都是些只顾工作没有感情的人。谁说的？革命者才最有感情的。革命者当然要有兼善天下的大情怀，可我们也是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而且还丰富的很，浪漫的很的。在这儿，就有我的一段温馨回忆。咳得这么厉害，今天晚上就早点休息吧。今天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呢。对了，我可得批评你啊！我发现你们烧文件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保密措施，这可不行。你平时也不烧香，也不拜佛，也不烧纸，突然烧起东西来，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特务的鼻子很灵的，一闻就闻见了。是，我们一定改正，书记同志。好，书记同志来检查一下周玉同志的工作情况。欢迎书记检查。所有的人都夸你写的字又端庄又漂亮，哎呀，我心里可得意了。来，先把药喝了。我心想，哼，这还用说吗？谁让我老婆是广州美专毕业的？我们知道，不定什么时候的分离，也许就会成了永别。所以彼此之间对感情都非常的珍惜。为了他们才奋斗的呀！我给你唱首歌听。好啊。唱一首湖南的民歌，唱一首情歌给你听。走大姐，你是我的妻哟。张大哥，我是你的夫哟。走大姐，你跟着我往前走哟。张大哥，我带着你往前走哟，走哟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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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来，
欢吃这种野果子就没多大出息。谁没多大出息？我就喜欢吃这果子。我也没出息啊。我有事情跟你们说，来。现在呢，为了应对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逆流，组织上要有大的调整。我想征求下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想去哪儿工作啊。我服从组织安排。我也服从组织安排。你这个人就不够大气。我找你们来干什么呢？申请几个人结婚呢？你们两个人不就可以安排在一块工作了吗？结婚？不行，我这是我的生活费，赶紧给姑娘去买束头花儿，啊！结婚别趁晚，今天晚把事办。啊，今天我们借着这桩婚事啊，让我们这几个特殊的家庭聚在了一起。我们还要感谢老关，让我们省委机关有个安全的落脚点。哎呀，今天是一个特别高兴的日子。这个世界上啊，有不少的婚姻都是各种各样的理由走到一块的。你们两个纯粹是因为爱情和理解走到一起，最幸福的爱情，知道吗？今天高兴，我唱首歌送给你们小两口。你们要是乐意心里边哼哼的，陪着我一块儿。皖南事变以后，反共逆流越来越猖獗。你们已经经受了党的特殊考验。今后，你作为交通员，专门负责传递情报。看，我们先将肥皂挖一个洞，将情报，卷成小纸卷。我们将情报放进去，然后封好，这样敌人就不会发现。你的记性好，作为政治联络员，专门负责传达中央或者领导机关的重要文件。到交通站以后，必须把文件默出来，关键问题一个字都不能漏。现在你们必须跟着我，面对党旗，重新宣誓。党旗永远在我们心里。
们对他宣誓，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不怕牺牲，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困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和你想象的很不一样吧？斗争太严酷了，他们往往会因为错失一次秘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就失去和党的联系，甚至会停止党龄。可他们会千方百计追寻党的足迹，直到再回到党的身边。对于我们来说，党纪这两个字比我们的生命还要重要。我现在试着去了解他们，可有些人过不了生死这一关。他们中间有些甚至是我们的高级领导干部，平时的他们就有贪污腐化的行为，这些人一旦被捕，马上就会背叛，对我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哎，江西的同仁抢在了我们的前面了，他们抓到了江西省委书记谢玉才，还破获了共党在赣南活动的省委机关。真的？最走运的是他们成功地封锁住了消息，还利用破获的电台不断地呼叫他们的上级来迷惑他。钓到鱼了。江西省委隶属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钓了半年多的鱼呀，终于让他们钓到了一条大的。此人是共党南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郭潜，他现在就在韶关。抓住了他，就等于抓住了中共在华南的组织系统。上峰严令，要我们务必配合江西同仁抓住郭潜。今晚你领个巡查，这边。或者是这边，痛快点。高主任，郭潜招了，他不直接上级就是共党广东省委书记，现在的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斌。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是要钱，他贪污了共党地下活动经费90000元，让我们给他留下30000；第二，对外不要暴露他的叛变；这第三嘛，要保证他的安全，他愿意协助我们抓捕这些共党的重要分子。廖承志，廖仲恺的公子，没想到这次落我手里了。廖承志同志被捕后，李大林同志在粤北省委机关被捕。他的妻子张英机智地将安全信号灯吹灭，掩护了其他的同志。哎，
个化妆台那边啦，第三个带兵。好，我们去拍下镜头。对，我知道张文斌怎么想。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张文斌是什么样的。他们都选择了一种牺牲。哎，就是你让他放弃了自己的大好前程。我不这么看，他做了对得起自己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保险起见，咱们还别进去了。按原计划直奔东江吧。不，现在只有我能取出钱，东江的部队急需用钱，小兰。再说联络站的同志们还需要急需安置转移，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吩咐他们。哎呀，你的咳嗽越来越重了，一会儿到了镇上我给你抓点药吧。啊，你嫂子快生了。真的？太好了。到镇子上给她买两瓶客家的米酒。好。听说这个酒对女人有好处。方便的话，让交通员给我送过去。没问题。嫂子要生了。你们那时候人都图什么呀？每天还要拎着头做事儿。哎，你现在想想，会不会觉得自己特别傻？时代不同了，现在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和价值观。我们做了当时认为正确的选择，即便到了现在，也依然问心无愧。我承认，你们那时候的人不怕死算是一种伟大吧，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做得到。你又错了，最艰难的不是死，死容易多了。那是什么？为了拯救别人的生命去承受最大的屈辱，这才不是所有人能做到的。江西省委书记谢玉才夫妇被捕之后受尽了敌人的酷刑，也没有动摇，
这个共产党的电报。速到全佛处联络。可当他意识到特务们正在利用缴获的电台向南委机关发报，企图诱捕南委的领导同志之后，他的心乱了。说，全服什么意思？苹果。行。为了骗取出狱，破坏敌人的阴谋，老谢忍受了最大的屈辱，他被迫签下了自首书。特务们为了进一步诱降谢玉才，把他们夫妻和未满周岁的孩子软禁在一块儿，渐渐放松了警惕。他们夫妻俩一直走了20多天，才在福建遇到了南委的交通站。方方书记汇报给了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6次紧急指示和毛主席的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之后，迅速做出了决议，才使我党的精英得以保存。可是，这代价也太沉重，太残忍了。没有经历过这种付出，心里没有留下痛苦烙印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有些人不想付出，不想有任何的担当，就想立刻拥有。他们甚至埋怨享受来得太慢，
恨不能一步走到天堂。但他们不知道，天堂也是要经过炼狱，一步一步才能走到。当时，我的心里承受着两种地狱之苦，一个是要失去自己的孩子，一个是要牺牲自己的声誉。对于一个共产党人，牺牲自己的声誉，那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没办法，为了我们的同志，为了我们的组织，我别无选择。听说你为此还受了很长时间不公平的待遇，你不会觉得委屈吗？会的，会的。但是我相信，历史会公正地对待我的。你知道吗？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主要领导亲自批准和关心，我的历史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党龄，我的党龄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追认了。生活中难免会受些委屈，我在文革期间也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心里那个苦啊。可是想想牺牲的同志们，想想现在的幸福生活，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不会觉得后悔吗？应该后悔的人是我。郭浅，我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可是自私和贪婪永远是人性中的弱点。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原谅我，可我自己能原谅我自己吗？这一步迈出去可就不能再回头了，只能一次一次地错下去。活在罪孽中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啊。我的名字已经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千秋万代受人唾骂。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是苟且之后的代价，那就是生不如死啊。你呢？你的后代会怎么看你？会以你为荣，或者是也会觉得你很傻？我的后人会怎么看我？我的孩子一定会埋怨我这个父亲的。你怎么跟他说这个？他连他孩子的面都没见过。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被捕了。周宇带着孩子被人辗转送到广西，以后再也联系不上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漓江在一步一步的实现。
中国的人民，他们的生活在得到改善。这样，我们所付出的全部，就得到了最大的回报。说实话，我是不是很能理解你们？可是现在，我已经开始有点喜欢你们了。你们那个时候生活那么不容易，还能这么坚强、乐观。哼。哎，对了，我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在江西太和的马家洲集中营。当时有个叫廖承志的，跟我关在一块儿。他是一个更加乐观豁达的人。他用特务给他写自首材料的笔墨，画了不少有趣的漫画。我的身体不行了，生的时间也不多了。不过，遭罪的日子就快到头了，我也更应该视死如归，乐于就义。
就算是给中华民族留些正气嘛。亮，务必保重，争取出去把我在狱里的情况告诉党中央和毛主席。拜托，大长，保重。等一下，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了吗？以后生活再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千万别灰心。看看我们，振作起来，开心的去面对生活吧。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感情。每一次分开，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了。我现在都分不清楚你到底是谁了。如果不是拍了这部电影，我根本就不会知道他们的。他们是值得我们知道的。烧香掠杀，毁我山河。